大家好，我是蔡阳敏皮肤专科诊所院长蔡阳敏医师。我们诊所客群呢，多为企业主，还有国际商务人士，所以他们对治疗的要求，第一个就是安全，然后快速、精准、有效，所以我选择了锁肤波作为一个我们新的设备。因为锁肤波是可以很精准的刺激真皮层的胶原蛋白增生，两个月左右就可以明显看到在下颌线还有眼周部分的改善。在治疗的方面，它相对是非常全面的。锁肤波在台湾的 FDA 有拿到所有部位的除皱的适应症，在美国 FDA 它是拿到了全脸的除皱，还有眼周、下颌线的拉提、橘皮组织、凹疤的适应症。现在医学美容的趋势呢，并不是改头换面，而是要 be yourself, be different, be better。